是李永生 Kawina， 依家喺梁氏店工作咗一年多，现职一位时光师。我服務的理念就是驗眼不淨止驗度數的，其實大家聽到驗光師或者視光師啦，眼鏡店可能都是買賣眼鏡，一買一賣，完全沒有什麼其他東西可言。但是對於我來說呢，驗眼不淨止是驗度數，我們還可以 take care 你眼睛的健康。譬如說我們有很多很先進的儀器可以看到會不會譬如有些初期的眼疾，我們不希望你有 symptoms， 譬如說你的隻眼很紅很痛才去找醫生，我哋唔希望系咁样，反而我希望喺一个商场入边，你只不过系落嚟买副眼镜啫，但系我都 pick up 到你眼睛嘅问题，可以继续保存一个视力去睇真呢个世界。市面上的太陽眼鏡都五花八門啦，咁但系我哋点样拣到一副啱自己嘅眼鏡呢？咁其實咧，鏡片嘅顏色有好多。我最推介咧就是一个灰绿色的镜片，可以有效咁样减低对光的亮度，而且咧佢嘅色差咧系最少的，所以可以令到我哋睇得清楚舒服。平时如果我哋有揸车或者啲水上运动嘅时候咧，我会推介呢个 Polarize 宝丽来嘅镜片，因为佢可以有效咁样减低水上面嘅反射光，令到我哋睇嘢咧舒服而且又清楚。